安。平安。今天咱已经进入离宫一七年，2017年的联手第二个主日。真欢喜伫即个特别的时间，信我对伊所念的诗，祝祝福，愿主赐福我们的台湾。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被允许称台湾为台湾。任何一个人说台湾，把他的台湾的名字挂在店的门口，台湾什么店都会被拆下来。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大概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名字叫做台湾了，因为任何一个国际的场合，各位，任何一个国际的场合，中华民国已经走出去了，因为这个国号在国际上已经不被承认，所以其他的国家可以用他们的国旗，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不能在国际场合，因为那个代表的符号已经失效。所以我想时间伫咧转变，环境嘛伫咧转变，真侪社会政治的符号嘛伫咧转变。不过不管时代按怎样的转变，各位，你有几个身份是足要紧。第一，你是上帝的子，你是上帝国的子民。你的身份是基督徒，是上帝国的子民，这是爱站在第一顺位。第二，你的父母亲生你的这一块土地，你一定要认识他，而且要认同他，而且要好好的爱护他。那这一块土地，你叫他什么名字？我想现在大家还在 debate， 还搁伫咧争论不休。但是咱即马伫咧讲普遍承认这个土地，除了名叫台湾以外，还有啥物？我想即马还搁伫变动的中间，但是我相信一段时间伫咧过，会伫咧变。台湾你甲我，我嘛还存在生活在一个变动当中的概念，还在变动。我要祝福咱大家，你会当看到更加水的未来。我想台湾到即久有几个人一个到美国的国务院，我有迄个荣幸。一个到国务院，甲伫美国的国务院一个处理台湾事务的官员的面前，伫遐咧对话。有人伫咧知影美国迄、那个在台协会，即卖已经刷所在，你若要办美国签证，要办美国签证，以前在台北市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移到南港去。那里新的地方就挂了一个图，然后那国务院里面那个官员的办公室，我坐的地方那一幅画就在我的头上。然后前国防部长都问那个官员说：“哎，南港，听说南港现在这个所在是全世界 top one 的最要紧的信息。”那个官员的回答很有趣，他说：“不要说 top one。”但是 top three 应该是不为过，因为有时你来去南港的时候，看南港的迄个新的民国在台协会，伊即摆住伫一个山丘上，我要告诉你，里面的山丘是挖空的，那是全世界美国在国外、美国境外最好而且最先进的一个基地。我想现在有很多世界都在那里展现他们的 muscle， 世界的 power，
中国嘛伫遐，甲伊上好诶航空母舰设立台湾过，但是啊，即摆有真侪消息伫遐直直传台湾外国宝外国宝，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你放心，这真的，请你放心，台湾非常的安全。事实上，用诶人诶家己上好诶武器藏伫后壁，摆出来拢是二流、三流诶武器，互你看。只有咱的人，把迄个完全也无完全配套的物件先出来来展示。啊，你知影出来展示的是，所有国际的上要紧的拢伫遐，伫个收集参数。啊，迄个收集落来参数，就变作一个真特别的信息。啊，我要讲，不管你伫私下你收到多少的信息说台湾陷入多么可怕的危险的境界，我要在这里安慰大家说，很放心，一切都很好，所以真的念上帝赐福台湾。今天你这个家，我们要举行永福教会长老执事各团契的这一些干部的就职就任。你这个家能够都进来，到天来谈圣经的话，然后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看耶稣按怎样交代，这种咱真熟，我们都很熟。各位，当每一次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只记住一句话：圣经白纸黑字写伫遐，但是白纸黑字的经文，那是一件事；你要如何去解读它，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读经文是一件，解读是另外一件。牧师站在台上的目的就是要用最好的角度，尽量用属于上帝的角度、上帝的眼光来看他要给我们的信息。很多人读经是用经文来支持他自己的观点，我们这里要回到圣经的本文，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用三个字读这两段的经文，再一次我们用华语来读，好不好？来，耶稣走近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耶稣行近，因对因讲：上帝已经把天顶地下所有人间的官兵拢交代我了。这个家做天地的上帝，以最简行书造天地的主，把所有的权柄给了主耶稣，复活的主。然后这个复活主公，他要把同样上帝赐给他的权柄也转交给他的门徒。因为这是一个真要紧、真要紧，咱成做一个基督徒，伫咧找咱的身份、找咱身份的 identity， 一个真要紧的所在，就是你是谁。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到底你是谁？ Okay？ 我们在寻找我们自己的身份。你这个家，咱的身份就是讲，咱是上帝的囝，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那这个学生的身份要紧到什么程度？有要紧还是无要紧？那个别人有什么无同款的所在？我想这个是真好。上帝赐恩，上帝赐福，然后上帝交代迄个官兵，交代吼国外处、国外处交代吼军队伊的学生。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这个家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
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有身份的，而且你领了执照，那个执照就是上帝给了你权柄。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给了你，所以耶稣说带这样的权柄去吧，破天的人去讨论把我怎样教导你们，你们就把它交代出去。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设立这个教会的长老执事跟团契的首长，请记住所有的长老执事团契的干部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命令之下在执行，是在执行，所以都有任务，都有目的，都有方向，而且不是只有你一个，是大家是一个团队。来，那过来把这段圣经，既然我们大家要在一起，保罗在这里有一段的交代，我们一起来背。来，弟兄姐妹们，上帝选召你们，要你们成为自由人，只是不可用这个自由做放纵情欲的借口，需要有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法律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命令里面。要当然，如果你们像禽兽一样相养相温，你们一定同归于尽。这里明显的一个交代，因为这里清楚又简单的交代，就所有基督徒一定要很明确，这里说到选召，上帝选召了你们，所以你无论在这个世界上你担任什么样的职分，不是偶然，这里有上帝的选召，这里有上帝的拣选，这里叫一个对天来的一个期待的啊，从天上来的期待。你会当成做一个自由的人，做一个上帝的百姓，千万唔通去受任何教会的，不要为教规而活。因为人唔是伫教规内面，人是为着教规的生活。你若成做一个，你若是一个真正伫道理内面的教育者，你是在启发别人，不是在限定别人。我想这是一个完全无同款的两个教育的方式。权威体制下的是在限定别人，你一定要在这样的体制学这样的东西，你要照背的时候要照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不能差误。所以什么人在打你的分数，老师在打，老师在发点给你，你这个无，你这个跳一级，所以扣几分，你这个，我想。那是一个权威体制下，国民党人去管理，但是真正对上帝下来的是，在圣灵里面，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要释放你，让你诞生以后，你讲这些的主义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你可以做万事，什么事你都可以做，但是有一个限制，对你自己、对别人没有好处。我有权做任何事，但是我也有权做不应该做的事，或者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或者是做了让别人受到伤害的事，我有自由选择不做。所以在上帝面前是大家人都大声领受这个圣灵释放了你，让你讲这一个自由人 free， you are free。然后你出去了后，你在做所有的事情，干哪到尾啊，容神一人，遐个事你选择去做，然后你选择不做那一些反面的东西，这里叫做真正的自由。然后迄个自由最到最后，到最后，人间有许多许多不一样的色彩，不一样的兴趣，到最后讲，不管你爱啥不爱啥，爱啥不爱啥。圣经经的时阵是予大家人自由的时，然后到统归到一项，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的焦点不一样，我跟你的优先秩序不一样，但是有一样我们一定要遵守的就是，我们
彼此相爱的心。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有差异，但是我们互相尊重。我想徛伫两代之间、儿女之间，咱有真侪差异；徛伫阿母中间，咱有真侪差异。但是我们最高的准则，不是在辩论那一些差异，而是回到上帝面前讲，咱两个虽然有差别，囝、某、翁啊，咱有差别，但是爸爸妈妈听你翁听某，某听翁，这是上凡的一个信用的准则。咱要讲阿面无？我想你讲出一个上帝教会内面的领导者长老，你不是一个管人较济，你是一个最互人看、最互人摸。即使你不是一个限制别人，你是一个你将上好的做出来，别人就会得，别人会学。其实咱伫教会内面，咱是欠的。在教会，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欠缺的不是管理者，不是监督者，我们欠缺的是我的好榜样。我身为信仰的好榜样，所以人家领导家呢，得努力一下。所以在领导家在领导会中间，我们有许多的差异，没有关系。感谢主，记住，感谢主，要为我们的差异来感谢，因为上帝比我这个王进宅更加宽宏大量，然后上帝比我跟严老师的差异。他的心胸更广大，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我们这许多的也有许多的差异。感谢主，上帝的心胸把我们这些差异拢给包起来，因为上帝的心胸比你比我更加大。伊把这个世界用听到包围在里面，所以我们有什么好因为差异而起冲突的呢？没有。所以你这个叫你公牛，不可以把你个人的观念跟价值高张到，把那个彼此相爱的信仰的规定给拿掉、推翻掉。说我这个最重要，现在这个最重要。说到彼此相爱，又不要谈那个了。记住，一旦你进入这一个基督的圣体。上帝的国度里面，没有什么比爱跟包容最大的界力，这是唯一的界力，其他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生活无界的经历。也有自我团队、无意团队的规范，还是我想，咱的爱要超越一、那个，唔通用迄个来限制教会，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复活的主，他向我们宣告了三件，他做了几件事给了我们。对，他宣告，他做了什么宣告？一共，他本身复活主，他拥有属天的权柄。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上帝都交代我了，都赐给我了。他做了这样的宣告，对的。他把这个给了谁？给了所有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去，带着这样的权柄，上帝给我的权柄，我嘛给你。然后你带着这个权柄到普天去，给万百姓的最坏学生，这是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中间存在的中间，还是带一个中间一个上大的使命，就是去啊。所以，咱今天来做礼拜。”来到教会的目的是进来，你要去得力，进来大家三亲三听三个结合了后，这次互相取暖之后，我们还是要再出去。所以进来不是最终的目的，出去是目的。咱进来是进来做酒，进来大家人互相做一个异地，做一个鼓励，然后这个不是停留在家，是搁出去。所以他宣告了，他给了，最后他应许了。他对这些所欢喜遵他的话去行的人，他做了一个应许，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有什么比上帝的儿子与我们同在更宝贝？儿子在我船上，就不怕灾难。这是
几千年来，我们周边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历史的记录，我们那种化的金锥，灾害金锥不足以。但是必须讲，每一次的灾害，每一次的挑战，每一次的迫害来临的时候，常常是信仰群体高涨的时候。那你的期待，台湾的历史会当都有一挂新的突破。台湾的历史能够基督徒长老教会上复兴的所的时间是伫1955年到1965年，咱叫做回家运动。十年的中间，和长老教会跟人数，十年当中翻了一倍，1955到1965，那是回家运动的时代。第二波增长上紧的，就是高祖明牧师受命，彼得到事件了后，高祖明牧师受命。我的论文，我伫新南耶论文都写哩段。伫1979了后，到长老教会拄着上大的迫害的时，迄是真恐怖，不怕什么？长老教会真所伫啊，又大大了。向前推进，历史以来都看到这样，越在迫害当中，基督徒越谨慎，然后那个爆发力越强。现在中国，你知道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是在大的压力之下，是在缩减还是在快速增长？快速增长。基督的，这个在上帝国里面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你连想都想不到，就是你越迫害他，他增长的速度越快。早期的基督徒，耶稣十二个门徒，今年一个一个给人抬，一个一个给人抬。你有想吗？耶稣十二个学生一个自杀，剩的几个给人抬了。耶稣已经大声有挂在十字架，伊学生搁一个一个给人抬死，安尼前途。只有暗淡一途，不怕什么？也学生死一个，死两个，然后基督的门徒就越来越膨胀。原来这是为什么？到今仔日，基督徒突破罗马政府，基督徒看到的全世界上大的原因，越迫害的地方，越不自由的地方，人越需要上帝的爱，上帝的安慰。属灵的亮光，让那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看见了光，看见了生命的希望。因为这是一个奇妙的事，但是有一项一个让咱真艰苦心的事，让咱真艰苦心的事。被福音走过的地方，他们都文明了，他们都进步了。但是进步文明了之后，人开始。把这个福音不当作一回事。你现在在欧美的社会，过去那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礼拜堂，现在都在做什么？我们变成观光地区。你去看那个主日礼拜，我们这里面有 几位从美国纽约回来的，那些越大的礼拜堂，礼拜天聚会的人数越少。各位，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难道因为上帝失能了吗？难道因为圣灵不见了吗？圣灵的同在不在了吗？不是。在那么大厅的教会，你看到左边这个家 Church for Sale， 有人在那打卖教会，教会打出来在那卖，这是通见效的代志，因为伫欧美、欧洲甲美国这款的国家，当一个大的教会推介出来卖教会，你知道谁最喜欢去买教会？你知道吗？谁知道？现在有两种宗教的人最喜欢去买基督的教会。
一个是佛教。你当想象，把即卖有佛教会这啊，拍回了有到头来这个家，怎么变作因修禅的所在？好不好用？好用，很好用。所以佛教徒因带着资金，这大的和尚，因带着真大的资金，开始去伫外口因伫咧设定，要买就是唔免阁重新盖，直接买教会。这是第一，回教徒，伊斯兰，因去到遐。因即马伫咧，你知影，咱拢无爱生囝，但然后咧，家家生一个啊，讲吼爸爸妈妈去做公做妈，安尼来交代。诶，回教徒因唔来当娶一个某，因娶几来某，然后直直生，所以因用生囝生团，因要互因个亲属直直，然后因去到后壁个所在开始伫咧卖基督教会。即马英国。已经陷入伫即款个危机个内面，因为伊斯兰个人伫个对阿去，然后伫个买，因个大量，我想咱伫即个遮，基督教会真的是失能了吗？基督教会，上帝已经不与基督徒同在了吗？唔是，完全唔是，唔是教会失能，唔是教会无路用个，唔是即个信仰无路用个。最要紧的一个目的是，这个原因是基督徒失去了动力，基督徒失去了被差遣的动力跟热情。我想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一个真要紧。咱真侪人领受道理了后，咱有一句话讲：一代信，二代兴，三代无父无名，四代你叫我无缘，五代为迄个新年为主经。但不是这样，你回想我们永福教会曾经早期的，在彰化地区你曾经认识的多少多少人，因为信了主之后，家族的灾难，信了主之后，然后讲对基督徒上帝建立你上帝改变你的名，然后他一代一代兴旺，兴旺了怎样未见上帝，继续在外邦，然后现在已经在那办，然后注意一项，注意一项。我直接再三，我做一个牧师的时候，我要再三的提醒。我不反对嫁娶未信者，我不反对，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我把那个危机说在前。我知影你这代足认真、足敬虔，但是你的子孙、你的囝、查某囝嫁娶未信者，然后又嫁娶未信者。全顾了，全无去做礼拜，无去做礼拜，然后第二代、第三代出来了，你年老了，你年老了，我告诉你，年老了、衰残了，无人甲你再来礼拜，你嘛无能力来教会。然后呢，你后日有一日你过身去啊，我甲你讲，你有看到这部无？有人用基督教的方式。举办，但是因为家族里面已经有一些非基督徒了，已经在拜拜了，所以年老呢，有一些人他年老了之后，他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宗教，因为家族里面的成员已经很复杂。我来讲的是，亲爱兄弟，我到老的时，我真注意我到老的时。我生命越萎缩的时候，我越需要上帝。但是，假如我的儿孙没有办法载我去教会的时候，我跟神就疏远了，我跟弟兄姐妹就疏远了。那基本真侪人去的安养院，安养院你知影，拢干那定期在那里拜拜。那要安怎？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要安怎？无人带伊来教会，干那伫遐伫咧，伫因遐拢伫咧拜拜，要安怎？基督教会能不能安全？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有没有成为永福教会的使命跟眼见？我们这里的长老、执事、团契的干部，我们一定要看见，
当有人在卖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当在我们的周围一定有教会是在被关的。咱要按照常务部，咱的教会不是在关，咱的教会会当兴旺，咱的教会也搁会当对外传福音，也搁会当服务社区。咱的教会有一日，在咱的几十年也搁会当开拓新的据点。我想，咱爱保持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团结领导者，大家爱保持对上、对主要所遐领袖这款的热情。如果这个福音不是在冷淡无，在非洲、在中国，也都是快速的增长。迄、那个增长还是衰弱在地基督徒本身，你继续继承了耶稣那个大使命的差遣没有？你继续保有那个传福音的热忱没有？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咱一个人有啊，我有带人来信耶稣，我带人来洗礼，但是发觉讲洗礼了后，一个人就不见了。我想咱要安怎继续保有这一些，继续关心这一些软弱的人，然后让他们走进教会以外。我想咱要安怎让这已经几百人，咱会当保持对因的关心。那万民传福音，教会若真正有伫咧传福音的人，你会看见一下。那软弱的人，你若爱甲伊斗阵，那需要的，你爱那做伊的朋友。或者是流离失所的人会当聚集起来，所以重视传福音的教会，的确是重视关心甲体贴。咱诚做一个甲人随他的教会，啊，过一摆，我们讲所有诚做上帝国担当的人，唔忙咱会当三甲拜，只有彼此三听，是我们最高最高的领受大使命，然后大的诫命。这个上大的诫命，只有彼此相爱。愿上帝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愿意领受差遣、领受装备、领受神的爱，然后让我们的爱被充满了之后，我们愿意分享出去。耶稣说，你若照哇，你若照安尼去行，上帝的神要甲你三个同在。咱来唱这首歌好唔好？啊，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上帝已经将咱的罪拢洗清洁了。啊，这个你甲我，唔忘咱拢会当伫基督的话心内面，成做一个新生命。带着这个新生命的热情，咱今日一个过咱头前的一个人生。2017年已经排在头前，愿咱三个好来珍惜，十几个，十几个。